一零一第二章第一个部分静心时间。我们来看这一章有四个 QR code，就这里，所以顺序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写的顺序，我们不是这一张纸从上往下哦，就照这个顺序找。哎、欸、，QR code 介绍哪里就写哪里。 这 Q R code 介绍哪里就写哪里啊、哦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教材老师都做的时候都会有想过哈、哦，而且我们都会一直修改，一直修改。比如说这个笔法的部分，有时候我们要的部分会在右边啊、哦，是让有左撇子的人方便看的哈、哦，可以练习的哈、哦。所以左撇子的小朋友，你可以从左边写过来没关系哈、哦。我们右手写字的人这样写过来。 左手的也可以这样写过来，没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写这张纸的顺序，并不是从头一二三四这样写过来，不是哦。你照扫描了去看哦。第一个是这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是这一个、哦。啊，小朋友都想要照顺序写啊？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做？因为呢，这个跟坐姿有关系，小朋友。 如果老师把写字的放到最下面，小朋友就很奇怪，他不会把纸往上移。你应该把纸往上移呀、啊，可是小朋友都习惯不移，所以老师讲过了哈，我们这个你这里下面的部分对齐桌子，那你写字的地方大概会在这个地方哦，至少不会让你头很低在写、哦、啊。而如果真的， 你会移动的小朋友，你就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。所以写字的顺序是：一，第二个会介绍这里，第三个是这个，第四个是这个。所以你大概这里顶着桌子，顶着桌子的边缘写，这样姿势是正确的啊、哦。所以不要乱写哦，有的小朋友乱写顺序好 第一个是静心时间。第一题点出上中，你就要想到格子上面的中间哦。想一下上中，然后十号二十楼。好，我们点的位置呢会在写字的格子上那边。好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哦。你知道点哪一格吗？ 我们不点第一个，这个不要点叉叉。我们要点这一个，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，总共有四格。好，那为什么不点这一个？小朋友还记得吗？因为这一个这里就有答案了，所以不用点。 只有找这里，所以我们就不点这一个。这一个就是你要挑战的时候，刚好是第一个，你可以真正的凭自己的实力找找看哈。然后我们重点主要是在训练静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会点蛮多个的。然后有的小朋友如果写不够，这边旁边、下面、上面都有都有格子，这边上面有，下面也有，也可以练习啊、哦。所以现在主要是。 尽信时间，好，所以我们点的第一个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好，因为老师要放大讲解，所以你可能会啊，不知道哪一格了。好，看好哦，在二的这一个。好，第一个是上钟。好，当我们在写的时候，你要开始想，我们有看过镭射眼的影片哈。 好，你铅笔可以先放上来，哎，看这样子，然后眼睛扫下去，扫下去，然后你看左边跟右边有一样大吗？啊、哦，没有，这样没有一样大，所以我们要再过来一点点，用眼睛找下去。好，这时候你的铅笔、哦，哈，老师要讲的是铅笔你们要正常握，哈、哦，你铅笔应该要这样子。 它、啊、不然会挡到这个线，你就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正常写，铅笔是这样放，是挡到你的眼睛的，所以我们在做点的练习的时候呢，你铅笔是在这样往上的方向的，哦，那你才可以看到这里有多长。那老师建议说啊，你如果要用自动铅笔可以哈，或者是你点的时候削尖一点，不要点太大点啊。啊，那如果到这里呢，嗯，眼睛扫下来。 嗯，差不多两边一样大了，这边跟这边一样大了，那我们就点上去了。好，现场教学了，点完这一点，好，先看完影片啊，这影片会介绍完，然后老师说，哦，可以回去写的时候，你点完这个的时候，就要先给老师看哦，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来，好，对了才可以做第二题。 好，这边总共要做四题哈。哦、好，所以第二题是这里，一样的方法，你铅笔往这样子方向摆，铅笔这样写的，然后眼睛才不会被挡到，啊、哦，视线不会被挡到。然后我们再来猜一下，啊，如果这里眼睛扫下来，这一块跟这一块有一样大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们还要再移动。 移到他们两个一样大，差不多是这里尖尖的地方。然后你铅笔放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你眼睛扫往下扫，扫下来，看左右两边有没有一样，有哦，再点下去。所以老师有讲哦，点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点，点太大点。 当我们写字的时候，你点的太大太重，你就不敢写了，因为上面都黑黑的、脏脏的。所以点越小、越轻越好。如果你错了，修改也比较好。好，这是第二题啊，一题一题，总共会有四题哈。好，老师这边这个上中的部分就说明完了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回去写，然后现场教学的。 写完一题就要给老师改，然后如果是回家写的、回家练习的、在家里练习的，要写一二三四，然后拍照给我。好，这是一题。好，我们下面就要影片就要按暂停了 好，如果你前面四题都答对之后，老师就会说打勾啊，现场教学的打勾，我们就可以来做第二题。如果没有打勾，你就不能做下一题哦，啊。好，第二题左中，脑、啊、中有没有印象？一个格子的左边的中间，它是零号十楼。 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点这一个的，好，这个的话，同样的方法啊，注意一下，手有可能会挡到视线啊，哈，因为你你现在用右手写的话，左手左手的人还好，不会挡到，现在右撇子的人会挡到视线。好，我们先来猜啊，这个老师的左中就点的比较不好，上中点比较好点哈。好，我们开始从这里，好，眼睛扫过去。 如果猜这里，哎，有没有一样大小？没有，所以上面比较大。我们再往上移,移到两边公平了、哦。你觉得这样有公平吗？移过去，好，你下面还是小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再往上慢慢移，好，差不多是这里吧。 如果是这里，眼睛扫过去，上下一样大吗？有，上面跟下面一样大，然后我们就点上去了。啊，点小一点呢，轻一点。啊，现场教学的哈，等完看完这一部分，老师说暂停，先去做笔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再回去写，然后先写一题。好，这一题写完之后就给老师改。现 那个回家练的话，我们就继续练下一题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一题哈，照顺序。好，我们先假设是这样子。你觉得有一样大吗？眼睛扫过去，嗯，噔噔，没有。啊。应该要再低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呢，眼睛扫过去，笔尖尖尖的地方啊，哈，尖尖的地方，尖尖的地方在线上。 这样点一点点，老师都看得到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第三题也是一样的方法。那你注意一下哈，就是因为右手的人呢，右撇子，你这样一放的时候，可能会挡到你的视线了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啊，眼睛仔细一看，啊，这边差不多是正确的。 一样呢，我们总共有四题，好，等一下影片看完之后，回家写的，写完这四题再拍一张，好，这是第二张了。现场写的要一个一个给老师看哦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，老师批改作业都会跟你讲哈、啊。回家写的一样，老师都是用录音讲的。那现场写的错的话呢？ 顺序错了，老师会跟你讲，就注意一下。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一个来哦。我们在介绍一的时候就讲了啊、哦，我们是一个一个来哈、哦。好，这个是左中的部分好，我们就回去写了啊、哦哦。按暂停。 好，接下来是静心实践的第三题，点出中心点啊。那好，等一下我们用到图的时候再讲一下哈。点中心点十号十楼。嗯，好，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，就是说小朋友有没有发现，诶、欸，老师怎么都叫我点这个跟这个啊，跟这个一跟二啊，为什么还没有点到？ 哎，四号站牌或是六号站牌，哦，这个老师也有想过哈，因为我们小朋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线，然后让你去对找位置比较好找，你放心，后面就有难的过来的哈、哦，老师都会慢慢慢慢来，慢慢教，所以在后面一点就会找这个的位置啊，这个的位置哈、哦，四号站牌、六号站牌、八号站牌、七号站牌就会慢慢出现。 好、哦、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点的时候呢，哎、欸，跟字配合不上，因为写这个字也要点四跟六啊，哦啊，因为刚开始练有点难，但是你想的时候要想哦，会想到说哦，要用到四号站牌跟六号站牌。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好、哦，接下来是中心点，哈、哦，是点这一格。 那写一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哦，哈。你先找一个点，然后你上下左右有方格，哎、欸，差不多是这里。点下去的时候，老师上面是之前有用四个印章，噔噔噔噔，哎、欸，有一样大。老师觉得是这样想比较好啦，哈。这样子从中间这样分开，叉叉。 啊、哦，好，这样我觉得这样想比较好，对你写字有帮助哦，哈、哦，嗯，有的家长或是别的格子有的有叉叉的，啊、哦，这个我觉得，嗯，对于找位置的方面来讲是比较没有帮助了。我们最好是用中间，中间，啊、哦，好，所以刚才这样子是对的、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，这一题哦，哈、哦，一样。 如果这样子，你觉得有一样大吗？在这里，你自己要想要看啊。老师讲过了，低年级的都不会看，没有公平都不知道，上下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再往上。好，那、啊、你看尖尖的地方啊、哦，好。 这样上下左右有没有一样大？好，有好，我们就轻轻的点下去，记得记得哦，轻轻的哦。老这个圆圈哈、哦，都用小小的。好，接下来后面还有两题，一样哈、哦，都同样的道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介绍完了，你就可以回去写了哈、哦。那刚才前面两题都写了哦，有那个暂停记哈，暂停，先做笔记的就是先回去写哦。好。 这个现在目前介绍完了，一样现场写的，一个就要给老师看。如果你是在家里写的，好，那你就把这四个做完，然后再拍给老师看，好，就完成今天的作业了。这样算一天的作业了。